社成就25周年，1994台北艺术运动。艺术运动即将在此揭开序幕。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有三十多个艺术表演团体，以及100多位艺术工作者，在这样的热忱与自己的梦想共事。台北民族舞团。大学生组成的团，台北 OK 都市民谣。有外国朋友带来的美国爵士乐团。还有国宝级歌仔戏前辈欧苗文带来的歌仔戏。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策略文化论坛第14届论坛的主持人周富一。那刚刚我们开场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在25年前1994台北艺术运动抢救策略舞蹈社的现场的录音后，那这些声音是非常珍贵的。那大家刚刚一开始听到的是由萧敬文老师，就是策略老师的学生萧敬文老师所宣读的台北艺术运动宣言。那其实那个宣言就代表了当时有40多个艺术团体，大家一起来这边就是用24小时的抢救，然后跟着萧敬文舞蹈团还有萧沃廷老师他们一起来抢救策略舞蹈社，然后表达对于我们希望把这块策略舞蹈社还有附近的7块土地指定为艺术特区的一些想法。那刚刚也有听到，就是有外国朋友组成的美国爵士乐团，以及我们国宝级歌仔戏前辈欧苗文带的歌仔戏。那这些其实是25年前1994年台北艺术运动，我们透过很多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我们的歌仔戏前辈，还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抢救。那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么优美的策略舞蹈社里面去感受，然后今天晚上有这么精彩的论坛。那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珍贵的25年前的1994年台北艺术运动。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声音，那我们现在带大家看的是影像哈。那这影像里面会看到当时25年前有非常多的朋友，不管是来自于大学的校园，或者是我们的艺术舞蹈家，还有音乐界非常多不同领域的工作者，大家在舞蹈社的周边在7个地方进行这些艺术的展演。那等一下大家看到的影像是当年有一位我们的大学志工陈怡光他所记录拍摄的，那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当年那些珍贵的影像里面有哪些人来到这个地方，大家认不认得他们，那还有哪些他们用哪些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想要守护跨越舞蹈社的一些决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重回25年前，谢谢。1994年10月8号。
在台风天来袭的时候，我们在蔡瑞月舞蹈社进行24小时的抢救运动，从这个黄昏到那个黄昏。当天在台风天里，有三位舞者萧若婷、江天真还有徐诗玲，他们三位以高调12层楼高的抗争行动，表达这三位舞者代表艺术团体，表达这个都市只要高度，它不要文化。这个地方曾经一度要进行捷运工程，蔡瑞月舞蹈社面临了抢救。那台北民族舞团他们带来了车鼓阵，那还有我们在舞蹈社曾经有那么多舞蹈者，很多学生他们来学舞的地方，挤满了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艺术工作者。云门舞集他们也带来了舞团的演出，还有艺术家。
家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25年前10月8号到10月9号，在我们这个舞蹈社空间，有这么多40多个艺术团体一起来参与抢救。那当时也因为有这么多艺术团体，还有台北市民来到现场，所以这一块策略舞蹈社的抢救运动，透过台北艺术运动的这些号召，因着陈水扁市长他的上台承诺，那其实让策略舞蹈社他得以保存保留。那当时陈水扁市长也回应了当时台北艺术运动提出的去规划这边作为艺术特区的这些诉求。那只是很可惜，当时的规划因为陈水扁市长他没有连任，所以这个艺术特区的规划就开始负重。所以其实这个规划后来到随着马英九政府马英九市长上台之后，这个规划他就变更了。所以1999年策略舞蹈社又面临了第二次的抢救运动。那大家刚刚看到我们如果在大家刚视线的右边的话，会看到有詹天真老师，他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他们也用舞蹈在被烧毁的舞蹈社的空间里面去表演。那这个也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当时舞蹈社经历了第二次1999年的抢救运动之后，终于成功指定为市定古迹，可是没有几天就被纵火了。所以大家刚刚看到詹天真老师，他是在被纵火之后的舞蹈社里面去做这样子的舞蹈的演出哈。那其实这个古迹策略舞蹈社，他在被烧毁之后，当时也引起了国内很多的讨论，就是古迹被烧毁之后可不可以重建？它还是策略舞蹈社吗？那因为当时策略舞蹈社的指定是因为蔡瑞月老师在舞蹈社他进行的教学跟开创的精神而指定，所以即使它的历史、它的空间、它的建筑被烧毁了，可是它一样还是可以重建回来，因为蔡老师的精神永远在这个地方，跟这块土地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蔡老师他后来也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不做的重建。那这个重建将是我们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由新生代的舞者所演出的蔡月老师的经典舞作。这些舞作都是已经是70-80年前的作品，它记录着台湾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之后的重建。那蔡老师从日本学舞回来，他对台湾的希望跟愿景，有着他传回来的船上他跳的第一支现代舞，那还有很多当时跟着蔡老师一起回来的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对于重建台湾的一些新的愿望。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蔡老师的经典舞作，请大家掌声欢迎这些舞者，谢谢。演出作品《新的阳伞》，编舞家蔡瑞月，着眼于1946年。舞蹈家蔡瑞月在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从日本搭乘大九龙船返台，在船上演出此作。作品表现女孩获得期待已久的礼物阳伞，拿到后充满喜悦的心情，情不自禁的与伞共舞。